耶、yeah, ！我是公关列车长，在110年6月22号，能看到能看到。8:48的8:40，四零二次将杨天豪说好心的超子，微笑君快车。然后我刚看了一下消息，今天的905，哇塞，就是刚刚904的后面那个号码905，今天又会到达台湾了，哇，超感动。然后这边是 EMU。81388的超柚子微笑区间快车，4022次将一样型号数号型英哥发车，开启车门，4022次将一样型号数号型的超柚子微笑区间快车要88的87，啊，南港站关闭车门就拿88。就那，再见。